你醒了。你是谁啊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是你的未婚夫。 我根本我就不认识你，我也没有男朋友。对了，你是不是也把我当成那个跟我长得一样的姑娘了？我们是长得一样，但我不是她，她叫庄心妍，我叫沈曼宁。沈曼宁死了。 你叫庄心妍？怎么可能？我现在好好的，我活在这里，你说什么？我死了，我。 庄心妍，我是沈曼宁，我不是庄心妍。你们别追了！哎，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。你冷静一点啊，你别冲动，很危险那里。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庄心妍，我真的不是他，我什么都没有做过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求求你们了，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了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你要再过来的话，我真的会跳下去！不许碰你的眼睛！你能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有人已经替你死了。 你能看见这个世界，是因为你用了他的眼睛。你说什么？一辆车上两个人。既然你还活着，那死的那个是谁？ 你和他的相遇，就是你们的命中注定。既然已经有人在车祸中离开了，那么活下来的那个人，已经不再属于你一个人的人生。你必须替为你离开的那个他活下去。 你就是庄心妍，你也只能是庄心妍。
去庄家，一定要回去庄家，把我拿回南安一行，找到严行成。你一定要活下去。严行成，是吧？你要我代替庄心妍回去庄家？我要去多长时间？一年够不够？我这条命是心妍救的。我的眼睛也是他给的。双生玫瑰，如果只能有一只活下去的话，我愿意代替他跟你走。Thank you.